台东县的代表队，他们历届在全运会的成绩也都非常的好，我们再一次祝福他们。而现在进场的是花莲县的代表队，由教育处赖锦昌处长担任总领队。花莲县位于台湾本岛东部，拥有世界级的秀丽风景，各族群文化融合和谐发展，观光活动蓬勃，同时也是运动选手培育的摇篮，参与运动的族群是最广泛的，各地运动人口比例极高。